在我的车旁边又来了一个尼桑的啊，那个轻卡底盘的房车啊，这个车还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。我带大家里面去采访一下这个主人。老哥好。你好。哎呀，从哪里过来？从福州。福州过来。哎。哎呦，开了多少公里了这个车？开了6万多了。六万多了是吧？哎。哎呦，这个车空间还是挺大的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嗯。这个里面驾驶室它是通的。通的。啊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双人床铺。双人床床铺。床铺稍微低了一点点就是啊。哎，可以，不错。啊，对。啊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张双人的。对的。啊，还有一张双人。双人。好。我得把鞋子脱了进去看，给大家拍一下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厨房区域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上面是一个洗手台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微波炉。这个冰箱大概多少？80升吧。80升。对，80升冰箱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行车的空调。行车空调。啊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床铺。这个床铺多大？1米呀、啊。1米。啊，1米的一个床铺啊，一个人睡是绰绰有余啊。嗯，两个人搂紧一点也行。卫生间啊，这个里面是卫生间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抽拉式的，赛德福德的马桶。嗯，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空间是很大，因为它没有发动机，没有发动机在座椅下面，所以说它是 C 型车里面空间最大的。嗯、不错，这个、看都跑了些哪些地方吧。跑了好多省了啊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那个阿拉善啊，阿拉善也去了。成都了啊，重庆的都去了啊、哦。北京这个全国差不多走了2/3了。哇，那你老哥你爽呀、啊！跑了几年了，在外面？在外面溜达已经3到5年了。3到5年，基本上你就是以这个房车为家。对的，一年多少天在房车里？大概2/3。3/2哦、嗯，那也就是说，基本上毛两百七八十天在这车里。对的，比我还多，还多。对，这房车就是好在这里，家、没变，景再变，天天对，走到地方就变一个心情啊。对，我们这样的过生活不错。对，老哥今年多大了？52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52，真的跟我都差不多年纪了，这么比我还少。哎呀，我都是67年。对呀、啊，你比我大10岁，你看比我还年轻。哎呀，看来完全是小伙子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所以说心态很重要。对，玩房车的人都很年轻。玩心态关键，现在心态很关键。对，也是一个人出来玩哈。都一个。对，这大部分。啊，所以说，因为很多人都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会没带老婆？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两个爱好不一样，不见得会跟你一起玩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很多人不理解，但是。他偶尔就是经常偶尔就是飞机飞过来，对，飞机飞过来，哎，对，我就喜欢这种广，那是哪里的口腔？这个是福建的，哦，福建的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，哎呀，这老哥，啊，我们去年在阳光那里就认识他了，对啊，所以说这次约好一起来这里，对，啊，去年在阳光那里，对，你在阳光那里去年有没有改东西吗？没改，没有，啊，那你这次改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上次去阿拉善把房车放在阳光那里。哦，那你后来是说又加了个空调？空调12伏的。哦，加了个12伏空调是吧？嗯，12伏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加了个12伏空调，就是说，这个是大货车里的装的空调，基本上，对吧？所以说但我觉得很好用啊。但是我感觉造型难看了一点，别的都还可以。不要经过逆变器。我知道，相对来说会小一点，但是我们装它这个，我这个，一般房车。冰箱没我这个大，我这冰箱比较大。哇，是吧？吃喝的，这个冰箱比较大。啊，老哥，下次我的新车到了，你看看我的冰箱。可以。是190。啊，190啊。这个反正两个人非常温馨。对，两个人肯定很舒服啦。对的。对吧？这个房子再大没有用，够住这个一张床，一个吃饭的就可以了。对。多了也没什么用，其实基本功能实现了就可以了。对的，对吧？有一张桌子，床铺晚上休息，对，就可以啊。要固定床，对的，不要他们每天移动的，对的，搬来搬去，你两天搬过就烦了。对的，像我这样，你看，桌子空间，坐在这边啊。还有一个，老哥问你一下，你这个是轻卡底盘，维修保养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座椅全部拆掉？不要，那怎么保养嘛？他会给我们做。对，我知道，那他把你拆掉，要不然怎么不做嘛？
一般他就是座椅不拆掉怎么？一般不要他轻卡要摇起来呀。他就那个坐垫拿起来就可以了。啊，拿起来，那你以前是要把发动机摇驾驶摇下去嘛？对对。是要把那拆掉才能那个。不要拆。啊，它也可以摇的。嗯。也保保一般还不错。还可以。这部车就是说还很实用。啊，那你跑了西藏有没有去？西藏暂时还没去，过一两年。啊，过一两年去，新疆去了。嗯，新疆有没有去？新疆也还没去，都在规划啊，都在规划中。规划除了新疆、西藏没去，基本上都去了。对的，啊，都在规划。中国最美的地方都没去。对的，西藏。对对对对。现在最美的地方就哪里呢？要么就是西北，要么就是那个东北也还可以。现在东北啊，那要么就南垂，那就云南啊、贵州啊那种云南边境的那种，然后就是西藏、新疆。对吧？对对，现在就是说房车确实，我感觉我们人生了嘛，这个我去了国外，嗯，国外人家一到周末房车就开到哪里去了。对对 对, 对，所以我很认可老哥的这种生活方式啊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对的，对，过安定生活。对，人生啊，嗯，几十年，对，我们自己赚的钱，要为我们自己服务。对。是不是？没错，做一个人不是说去赌去嫖，没什么，走遍世界，这才是你一个人一生比较值。啊，老公，我有一个想法跟你是一样的，嗯，我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，比如说也不抽烟，嗯，啊，最多一瓶啤酒。我也是啊，对不对？那也不叫喝酒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那时候也不喜欢赌博，不那唯一的爱好呢，就是开着房车出去外面逛。我喜欢这个车走到那里有山有水，啊，然后过慢生活。啊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嗯，这样的慢生活状态下，这个老哥就是很年轻，嗯啊，皱纹也基本上没有，看不出来，嗯，对吧？所以有几根头发了呢，白头发了呢，我觉得心态特别年轻，真的就是三四十岁的小伙子那种感觉。不是，能户外行嘛，心态比较那个。对，年轻一点。年轻，因为什么？像我们这样的年龄，也不能大吃大喝。对，伤身体。伤身体，你吃太多的像。都在你身上，对，过安定生活。对对对对，我一般就是去休息，全部手机都是静音，不然就关机。嗯，对，人生嘛，嗯，够吃够花就可以，再多钱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对的，对，一生人钱也赚不完。对呀，钱也赚不，让你一个人赚，全世界的钱都让你一个人赚，你也花不了。够吃，时间我们太阳快下山，再不去走，你一生就完了，没有了。你奋斗这么。钱赚了，人民币都属于人民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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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所以说这个老哥的这种休闲方式，这种慢生活，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从一二年就在外面溜达，溜达到现在，嗯，一边玩还花这么多钱，资产还翻了一番。哇，那个叔叔，你资产怎么翻的嘛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这个资产呢，这个房车，嗯，本来是买30万的，嗯，2015年股市它一下就翻来翻来翻去。哦，老哥，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先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做石油。我做石油的。做石油。哦，做石油现在不好做，在习大大领导下，现在抓得很紧，我们还是不要做。那我们不能谈这个政治，我们不谈。啊，不谈。啊，对，不谈。我们怎么挣钱的吧？赚钱做石油。啊，这生意现在不好做了，那现在咱们资产翻翻嘛。资产的是都是股票，股票哦，都靠股票。我股票，我从1999年就玩股票了。我炒股票就亏了30万，我就不玩了，我就还是买个房车玩一个。我这个房车都是股票赚的。哦，但我想说一句啊，嗯，不要把你的股票经验分享给太多人，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亏钱的。股票就是亏钱的那个。股票10个有9个输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你会赢？对，你会赢吧？一个学校上有几个考上北大清华的？哇，那你就是北大清华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去啊，不能碰股票。我说实话，还是不要去碰。一般人还是不要去碰股票，因为没几个人能上清华北大的嘛。对对。所以说，老哥这种经验呢，只适合一小部分的人。嗯，对。他资产才翻一番。还是钱够花，年龄到了。对。世界这么大，生活这么大，要去走一走。哎，那有没有想法就是去欧亚吗？欧亚有打算，现在就是说另一半一个人要有。对对对对，你跟我一样，你就是去半年。对的，身边要也带一个啊。对。好，那我这里可以给他招募一个女伴啊。哎。烧饭的，不是做菜的就可以了。对的，户外型的。对，然后呢，
包吃包住的，包吃包住的啊，所以可以跟这个老哥来联系啊。包吃包住，我的心态比较好。对，顺其自然啊，对，顺其自然，不勉强。对，我的一人一张床啊，对了，你们不要想多啊，每个人一张床。对，拉链拉过来啊，对，不影响啊，对，好了，这个老哥的这种心态特别好，哎呀，太感谢感谢，真的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有时间再跟大家聊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